今天是那边有个风暴，要举行，我过去看会儿，看花来真了不？你也记得人这恼火噻？这路打起龙滩确实漂亮。这个倒有，我轰子看是不是这我？那可是跑山路口去了，跑的。喊你来了？有啥子风子哦？马蜂，关键是铁树，这叶子铁树开花了。铁树开花。哇，真的开花啦！你就喊他停了嘛，人家我们就开的，我们要你人来了。楼顶的，哇，这个多厉害，好哎。这个楼顶是牛的。马蜂，马蜂，哎，你家两点大的嘛，要比人家大的，肯定要大的，两半。你要走路，你走那么跑啊？你干什么？那边是哪？哪是？没法的。有用，它就会跑。你这个还反着来穿的啊？那个中招吧，那个。一个手套啊。有人送给你啊？是拿了一个手套的呀。不多，要慢点跑。我看到了，飞姐，我就在说，慢点。我听到鼓楼嗡的，你要注意到，没得，哎呦，好多啊！哎呀，天哪！快点，你那个手套多得很，公子。别敢去嘛，免得纠正嘛。哦。好，这是。我那不拿纠正。然后先抽个气都不会丢，抽个气了之后声音。我不敢。这疯子，你看哈儿，还有这马蜂，这马蜂来泡酒。听到说广东要管2块钱一个，我这一个就整到100多个。要管200块钱。这边跟男男家小的那种。他这个疯子害得多得很，全部那个捋，我把那个窝给他端了，免得那会激到人就不好了。你不叫疯子啊？他疯子还多得很。安静。有没有？我不知道吃了不是。这个没得呀、啊。这个没得，这是空都空的。哦，那你就是空的了。那天那个猪刚才看到，所以说我带你去。嗯。然后还在飞。还在飞有知道。妈，这个我这里有几个啊？哎，这个都有。这开玩笑，好，为民除害。大弟啊，你爬一爬你，没得好跑的吧？三级呢，一起对楼上玩几下。